小白，小黄，走，都跟我上长城了，走了。我叫刘宗林，今年78岁，是河北省承德县东小白街乡有几村农民。我从76年当上这个文物保护员，每周我都得上去溜达一圈，我检查一次，要不我心里头都也不踏实。我一干我就40多年了，也习惯了。我上山就这两只小狗，它都跟着我。小白狗已经15年了，小黄7、8年了。为啥领它呀？它能给我做个伴儿，它一起一点作用。他这个有个毒蛇舞的在前面，他能瞅见，看见他就叫。当时是76年，是河北省对文物保护有这个政策，对这个文物得进行保护，万里长城，这个敌楼，这个村里头得书记安排的我。当时就这任务我就接过来了，我就答应了，我一直到现在。算不上一个什么事儿。下雨了滑，我走得也快，蹬秃噜脚了，肋骨卡坏了，回家也不能说的该埋怨了，他怕磕着碰着的出事儿。他说你为啥呀？你吐个啥唠个啥呢？我就图下他一个文物，把它保护完整，永远的让子孙后代能看到它。他就慢慢他就理解我了。柴草这个根呢，它对长城有威胁。它柴草大了以后，它长叶膨胀，把这个柴草砍掉。每次上来，我都是到这里头亲眼看一看，看看有没有破坏的地方，清理清理垃圾。把它捡干净了，这里头让它干干净净。带着干净的咸菜，渴了就得喝点水，饿了吃。转一天不带水跟吃的不行啊，热得慌。这一天呢，得溜溜的10多个小时吧，到家呀，得12个小时。现在，我那个儿子都挺那啥支持，对我这种干法都挺支持。我对他们的希望就是要求他们跟我一样干下去。生在长城脚下，长在长城脚下，我对这长城有深厚的感情。长城是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，多大的困难也得坚持，也得克服，保护好万里长城这个敌楼，让它更美更完整，这是我的心愿。